去此行。好久了，三四分钟一波。还有现在不敢抓那个感觉。
照一下我们的学生。MC， 我艰难的爬回来。谁知道我们在 Google 上看到，真的是一片白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应该是都没有人。哎，好了，这是我们在冰岛的最后一个小时了，我们在那就要去，好美啊，都舍不得走。你要说点什么吗？我那个手，还是看看雪山，好漂亮，怎么可以看到那个？可以看到，真超美。哎，就是极光看不出来，太伤心了。